今年不论是平安夜或者圣诞节，我都在这里希望大家平平安安。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Sam。Merry Christmas， 就快到圣诞节了。每一年大家都知道我会拍一个圣诞节的花言巧语和大家分享的。今年都不例外。我知道很多男仔本身都是天生挛头发的嘛，但是有很多直头发的男仔，他们又未试过成把头发都是挛的感觉是怎样。今年2019年的圣诞节，我决定教大家怎样挛把头发，做我们圣诞节的发型教学。湿上整个头之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喷这个糖水做打底喷雾的，因为我很想成把头发都有一个凌立立的感觉。喷你可以直接喷上去湿的头发啦，又或者你可以喷落手度，跟住用隻手捽翻匀佢，咁就 OK 噶啦。跟住咧，我哋就可以二者对上咧，攞两隻手指推咗上去，跟住两隻手指掂到之后咧，就可以分开前后两执头发噶啦。咁但系咧，今次咧分开前后之后咧，我就想大家喺前面呢个位置咧，再分多少少去后面啦吓。随意得噶啦，唔使咁靓嘅。咁啊，可以夹起佢啦。夹起完咧，跟住我哋就可以用风筒咧，先吹干前面嘅呢度头发啦。吹嘅时候咧，大家咧可以用只手咧，前面呢啲位置又拨啦，咁而且方向咧都尽量向前同埋向下为主嘅。个面嗰阵吹干完咗之后咧，就可以用风筒由下边吹翻上去，咁呢个位置就会更加松噶啦。跟住咧，我哋就可以攞 GHD 呢个细夹啦，然后喺前面呢个位置咧，逐执咧，将所有头发咧向上夹嘅。咁点样夹呢？夹咗落去之后咧，跟住我哋就开始转噶啦，务求令到咧呢度嘅头发咧全部都向上之余咧，佢个挛度系咁样嘅。咁记住夹嘅时候咧，一定要由个底开始夹下，咁你嗰条头发咧先至会缩得上去多啲噶。窍门咧就系用呢啲直发夹咧，佢本身咧外边呢个位置系圆噶嘛，所以咧一定要早少少转。咁有啲夾咧，我知道咧，佢本身比較幼身啲啦，譬如好似19mm 粗嘅嗰種卷髮器嘅話咧，咁大家記得就淨係攞好個頭嗰個位置啊，因為頭嗰個位置有膠嘅，咁啊中間嗰啲位置就唔好用手掂啦。同埋咧都係嗰句咯，小心辣親咯。如果大家用曲髮夾嘅話，因為咧成支都係鐵嚟噶嘛，成支都熱噶嘛，咁好容易咧係會辣傷頭皮噶嚇。跟住咧，我就會建議大家咧就噴少少 hairspray 喺前面先啦嚇。確保咧前面呢啲位置咧係定啲。當然咧，有陣時咧有啲位咧係會夾得衰啲啊，即係好似呢啲咁樣咧會跌咗落嚟，嗰啲咧就會夾得好整齊嘅。唔緊要嘅，因為我成日都話男仔嘅頭咧就要有少少呢啲自然嘅感覺先好睇。咁所以去到最後 gel 頭嘅時候咧，先至做翻啱個型就得噶啦。跟住第二步咧，記唔記得我哋一開始咪分咗前後兩執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可以又分翻前後兩執啦。跟住咧。就將前面嗰執搬翻落嚟啦，後面就繼續喺後面啦，前面咧都係繼續喺前面嘅。大約分好咗之後咧，又攞只夾夾一夾佢，跟住咧都係攞風筒咧吹翻乾到頂就得噶啦。咁今次咧個方向咧就唔使向前噶啦，盡量咧將上面嘅頭髮盡量吹翻乾佢咁就得噶啦。乾咗之後咧，同樣地啦，我哋又係可以喺側邊呢個位置咧夾一夾，記住啊，早少少開始啊嚇，跟住咧我哋就可以轉噶啦。卷得挛啲都冇所谓噶，尽量卷得挛啲添我自己，因为咧一阵咧你整翻好嘅时候咧，嗰、那个头发咧就会变翻直噶啦，咁所以尽量卷得挛啲就会好睇啲。跟住咧搞掂咧就个顶咧又系喷少少 hairspray 喺度啦，然后咧我哋就可以做埋第三同埋第四浸噶啦。其實後面咧呢啲位咧隨意得噶啦，你摸得到就可以噶啦。咁啊有少少攣就已經好有個感覺，因為重點咧其實都擺翻喺上面嘅位置。夾頭嘅時間咧，大家點解見到咧？我係會分開咗個 section 吹乾咗就即刻去夾咧，而唔係成個頭乾咗之後先至夾咧。原因係因為咧，我知道好多新手嘅朋友仔咧，佢哋如果係乾嘅頭髮裏邊咧，其實好難分到嗰個區域噶。但係濕嘅頭髮咧，裏邊就好容易分到區域嘅。咁所以如果啱啱初學嘅你咧，可以跟下我呢個步驟。经验老道啲嘅朋友仔，你就可以乾咗个头咧，同人哋将所有头发吹晒前面，跟住乾咗之后，分翻开嗰个区域再夹咧，咁都 OK 噶。跟住咧，我哋要抄翻松成个头咯。咁点抄松呢？最简单就系攞只手指咧抄翻松个顶嘅头发啦。抄松完之后咧，其实你已经见到咧你想要嗰个形状噶啦。我觉得挛头发最好睇嘅方法咧，当然就系要成把头发都有少少令身同埋有好靓嘅线条嘅效果啦。咁所以揀个 gel 咧，一定最好揀翻一啲令身 gel 身啲嘅，系啦。咁而且咧，佢系好容易上到把头发度。呢个咧就是 REF 嘅 curl power， 少少先啦，冇攞咁多啦，捽匀佢，跟住咧就可以抄。
首先夹第一个嘅位置啦，一路咧将啲头发咧扫翻落嚟。你见到咧，其实咧落咗 gel 嗰啲位置咧，成把头发就已经拧伸咗、挛咗。咁咧系对挛头发嚟讲咧系最好睇嘅效果嚟噶吓。咁造型嗰个方法咧，我自己会建议咧，大家都系拣翻靓仔啲嗰一边面啦，咁啊梳翻个额头出嚟嘅。好似我咁样啦，我就喺左边面嘅眉位置咧，大约咧分翻一条少少嘅界喺度。呢边咧就一路都向前，系啦，呢边咧一路都系向后。咁你咧就好容易咧令到挛头发嗰啲地方咧有一个你想要嗰个方向噶啦。觉得咧有翻去少少呢啲位置跌落嚟就得噶啦。系唯独是咧侧边呢个位咧，我哋都系一路都系向后卷咧，咁你就可以 join 翻后边嘅头发噶啦。join 完啦，差唔多咧之后咧，我哋就可以用翻个 hairspray 全头喷一次，做翻个定型咁就得噶啦。前面嗰執音咧，如果大家想有啲特色嘅話咧，不妨可以喺側邊呢個位置拉少少落嚟，跟住整翻尖去咧，其實就好有特色噶啦，好啱大家呢個聖誕節噶啦今年不論係平安夜或者聖誕節，我都喺度希望大家平平安安。今年咧，大家有啲咩聖誕願望嘅話，記得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我希望大家都願望成真啦。仲有要記住 subscribe 個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下邊個鐘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